嗯，向这边分分到头就会疼，啊，我这个细伊嘛会疼。嗯嗯，啊，甲囡仔饲公吼，当这个细嘛会疼，伊坐伫遮，啊，我安尼甲饲，啊，这个细都会痛。那伊最好。啊，现在会痛吗？现在不会痛。然后脚可以帮我再踩高一点点吗？对对，好糖，一糖，对，一起做运动。对，好，再来。好棒哦，一好棒。三秒，好，对，好，计数三秒。爸爸看。对，爸爸看。爸爸看，阿妈看，阿妈看，阿妈看。好好，现在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两边这边 ，OK， 放这边，对，好，要吸的时候。好，然后沉在下方 ，OK， 好，吸气，不要让它飞起来，很好，再一个。下来，我再给他闭眼。趴着，对不对？好，要向小孩、小婴儿学习。起来，对，起来，对，他可以站起来了，他可以站起来，OK 哦。那当我们大人可以多做一步，就是叠起来的时候，叠起来的时候，好。把你脚踩起来，好，踩起来。对，还没现在我们大人的话，我们可以多做这一步，就踩起来，脚踩起来，让自己身体立起来。立起来之后，你再开始找重心点，我找到你身体可以扶东西，再慢慢的站起来，就是所谓上楼梯、下楼梯或走路的动作。OK。哦，哇，今天跟你学习耶。哎呀，姨好棒，局长，局长，我自己来，局长。